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我了，大家？我最近实在太忙了，有两集没有上，哎，两三集啊，两三集吧。请我们讲完我的好基本动作，欢迎来到夜部哦 ，OK？ 今天我们要搞一些小东西给你拍，拍给你们看啊。我们先看看 Ken 在做什么先啊？搞没有喂？哇！你知道啊？我现在要尝试一些天幕的做法，因为我们都打算做一些 workshop 啊，在录音的时候啊，说需要做一点 presentation， 或者是需要放一些 slide、PowerPoint 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啊。录音我们要做什么？对，就如果要这样做的话，如果拿那种幕布啊，你买一个 outdoor 的布，我会觉得很奢侈。就是为了一块布来放一个又不常用的。哦，又黑哦。所以为什么我不能把天幕？因为我平时我的车上都会有多一片三乘三的天幕，这做一个。对，这个是他这个是经常给我，刚才在野营的时候，我睡 hammock 的时候给我遮了。对，我车我用了几次啊，有多一个三乘三的天幕做 backup 的，以防万一啦。所以今天就 set 好来看看，如果拿天幕来做成一个投影布的话。能不能？因为今天这个环境很适合，等下夜一点的时候会有少少的黄灯开啦，更好看，有一点的灯光啊，然后后面还是一点灯啊，就像我们还原在 campsite 的时候的那种情况，会有一点灯光在旁边。等一下我们会拍给你们看。对的，行，对 ，OK。我们今天测试的机器会用一个来测试、啊。谢谢干爹。哦，这个我们啊，谢谢干爹啊。啊，我们最重要是看看能不能投影到这个天幕上去。对对对对对。终于等到晚上了。晚上出来了啊。天黑啦、哦！是啦，现在我们就要来 testing 测试我们的、这个、用天幕来做一个投影屏能不能，我们的新玩具啊！哦，然后这个是户外可以用，然后户内又可以用，是最重要的。车内又可以用，最爽是车内，打哪里？打车顶。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它可以用 power bank 来 charge， 不过一定要 fast charge 的 power bank 啊， okay, 那种 type C 的啊就可以了。我们也是顺便测试一下，因为这些东西工具到时候不要去到露营，我们才来对卡布，所以重点你们在公司又可以用，这个真的是拿去做 presentation 应该是很方便、哦，我觉得，因为它是 portable 嘛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看，好，我再看看这个开很容易开，调教一下，这个、就这样子，引力的，这个啊。它很容易开的，它没有这种盖子啊、哦。现在啊，这种这样子它就开了。哦，这样子就开了。哦，它就自动开了。哇哦！然后我们在我们设定一下，哎呦哇 ，OK 啊，设定得哇。我们最重要是测试，如果我们去户外要做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什么啊，方不方便哦？这个很重要啊、哦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看上去真的是很清楚哎，而且很方便哎。我们现在的眼睛啊是有补光灯帮我们打，而且但是我们看上去这个也不会很辛苦，没有辛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 OK 的喔、哦、我试看 Auto Keystone。 哇哦 Enable Auto Keystone 都可以哦，我觉得它自己会测试 哦哇很方便耶、okay. 它自己会帮你 set up 按 4 corner Auto Keystone 就可以了哦。是啊，你都不需要调，反正我是开关的 auto key 声就搞定了。对，你都不需要调减40、okay. 加40的东西。OK， 他给我调好了。我现在试看 play YouTube， 现在我们没有接电话，那麻烦了。啊，所以我直接进 WiFi， 因为在 office。哇哦，会很轻一下。轻哦。我发觉到原来在未必需要白屏，用天幕。你也不要。那试下，随便。用耶。重要啊，还有一个这个啊，它是 Harman Kardon 的 Sound System， 看到吗？哇哦！我现在开音量很低吧，我要上。喂，哇，听啊，听哦。这个是导寸啊。我听说我的邻居。发展可以要100寸，好没啊？好吗？不要100寸啊。可以100寸，100寸的时候是720p，我看看啊。720啊。你看啊，现在啊。现在是几寸？那个屏幕是这样大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很大。江布力大，你知道吗？很大哎。现在是夜景。夜景哦，这样清楚哦，我看到哎，你们也看，你们也看很清楚啊，这夜景。哦哦 ，OK 哦。这我开音量。开到最大看看。是啊，还有好有最大，还有咩反应？灯你了哇，你看一下。哇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猜成语，你们知道我没有脑的啦，还叫我猜成语。这个我有猜到。啊，剑术月啦。OK， 现在我要测试另外东西，这个很重要，声音 OK， 好梦打断 perfect。So 我们要测试一下，到底能不能插电？对，我没有试过啦，讲真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。Type C。好讲。要给，它有给一个线呐。然后我这个是 fast charger。Type C 啊。一天和面，哎，哎呀，这个是硬来的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哇，可以耶！小金耶，可以耶，我给我，可以哦 ，OK 哦。重点啊，它这个是 touch screen 啊，它不是，它是 touch 应该会按啊。我今年其实才是用大大力按，很方便，很方便。哇 ，OK， 收下次啊。我们是没有什么会拿投影器去 camping 看戏啦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拿去听一下歌 OK 啦，我们也不是拿去听歌，其实我们会拿这个东西就是播我们自己影片，不是播我们自己影片，我们迟点要做一些 workshop 啊， OK， so 就是会在野外做 workshop， 我们需要 presentation 来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，这个就很好用了，很方便我们，因为我们对于户外来讲还是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活动是跟你们对要准备在做的东西，筹备这个，对，我们筹备蛮久一下，因为今年要很吃时间筹备，对，然后这加上这两个月我们真的是很忙，你看到我们的影片就知道了哈，对，如果上迟的不好意思，拍谁、啊，我们最近可能太忙了 ，OK。然后我跟你讲，这个还有一样好啊，它真的是很方便。你关机啊 ？OK， 关机。让我们想象下雨。OK， 第一，我不用收这个布啊。OK， 布肯定不用啊。因为天幕来了嘛。OK， 拆。关，它就关了。哇，那直接关了，这么方便。收进去，还有一个盒给你装，就可以走了。哇，太方便了。收蛮方便的 ，OK。所以它没有很累气啊，我觉得很适合户外或者是带出去。它很讲人体工学，就很方便，因为我们户外就这样方便嘛。哦，然后最爽就是用天幕。天幕，为什么我讲天幕很好呢？我是做了怎样一个搭法呢？其实就是像普通你搭天幕这样，只是这是三米乘三米的一个天幕 ，OK， 这是一个三米乘三米的天幕。所以我的做法就是。普通的大天幕方法，只是我拉到底这里再拉紧它罢了。后面固定一下，要有风吹的时候它没有什么动。OK， 后面就这样子了哈。哇，方便没？这样子。哦。这个我都不需要。下雨也不会积水也。对呀。也不会。如果风的话，还没有试过啦。都不需要买那个投影布。投影布了哦，是。我的目标就是我不需要买一个很大的投影布，而且这个。我真的是需要的时候我还可以用到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下面我可以把整张桌子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东西啊，比较小张的桌子啊，我可以直接。哦，又系哦，方便很多哎。哦，所以我觉得就想到，哎，我们试看用一个小一点的天幕来做，再试我们，好吧？我不懂其他的 machine 能不能投到，但是这个 ViewSonic 是可以投到，可以的，肯定可以的。Okay, 什么 model 呢？我会放在影片的下面。对，给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一买。还有，哎呦，这么像鬼了啊！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share， like， comment， 还有什么要拍给我们知道，我们会给尽量拍给你们看。还有，根据跟大家先说拜拜，拜拜拜拜，记得把垃圾带走，可以的话带走更多垃圾，谢谢你们。我爱你们，拜拜。